及时播报。要说最美艳狐狸精，苏妲己当属负一位。1990年百光山吧，简直是她的个人性感秀。一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，各种华丽丽的性感造型，时不时还和纣王来个鸳鸯戏水，开启了众人对狐媚惑人、红颜祸水的认知。在感情方面的傅艺伟却并不顺利。1984年，傅艺伟与演员杨晓丹因主演电影《神奇的土地》而相识，结婚后两年后就离婚了。1992年，傅艺伟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高度结婚，婚后傅艺伟生下儿子高乐南。2000年，傅艺伟与高度因性格不合而离婚。2016年2月26日，傅艺伟因吸食毒品而被北京警方查获。同年4月获释出来的傅艺伟向公众，尤其一直以来关心并关注自己的朋友和粉丝致歉，并坦言是自己的无知造成了今天的结果。